为伫鲜花百字街蔡子水将军庙前头的滚滚，因为伫地方人士期盼之下，要来建新庙。地产动土大吉。根据国家图书馆文献，在元1832年十月张炳昌之乱，图书蔡中清率领众将士伫漳门溪坝会战，最后英勇殉职，受到清朝朝廷表扬。建庙初期，由知府将士大家集资捐钱买地兴建官府墓，后来年久无人管理，破破烂烂，才变成在地上可怕的所在。阮做囡仔时，听这老辈咧讲，这是一个真可怕的所在啦吼。过人有时你若无入来参拜，啥都拢袂平安啦吼。是我做囡仔时阵，啊，所以拄啊，阮小弟啊，拄啊，伫这厝边遮买一块地伫遮，啊，阮爸吼，伊在生的时阵就讲啊，有那有时拄着爱来遮参拜一下啦吼。自细汉伫附近大汉的詹汉州，望到蔡子水所供奉的姜茎，跟遮一模一样。因此开了两冬的时间，成立中建委员会，预计斥资800万，以闽南式的装饰做定型。有缘分，30年后再回来帮蔡主帅啊服务啊，也跟他结缘啊，也很开心哦。由我们顾问团团长啊介绍了很多朋友、很多信众啊，来一起努力啊，帮蔡主帅来建庙啊，在此。还有200多位的将军都埋葬在此啦，啊，希望大家共襄盛举。目前募得开工资金250万，还佫差550万，主委希望各界善心人士来斗三工，予蔡子水继续保庇这片土地。台南新闻社采访报道。